Hello， 各位 Style Master 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林宥嘉。接下来我们是快问快答时间，那我假装很紧张。OK。好，第一题。好，请问宥嘉今天的心情是哪一种？我不知道。每天起床时做第一件事情是？赖床。那请问失眠怎么解决？失眠没办法，你可能压力太大了，你要懂得把压力释放掉，就会比较好睡觉。那请问太太都怎么叫？刚刚不太称呼，因为我们家就只有我跟酷比嘛，所以如果他讲一些感觉是跟大人在讲话，那就是跟我讲，所以他不需要叫我。最爱吃的垃圾食物是什么？我没有，我不喜欢吃垃圾食物。看到 Tom Yor 第一句话会说什么？我会说 You are famous。 有什么口头禅？就是人生是第一做过最疯狂的事。淋雨，很疯狂了吧？一直想去跟史诺还没去成的地方。没有。葡萄牙。请问